头顶不舒服，头顶不舒服。我又看到一个城市的样子，但现在这个城市同前面讲的是不是同城市？换了一个地方，也是在那个，好像离看起来离那个城市不远，稍微有点距离，但是呢，看起来也不远啊，这就有点担心了。起飞的时候会把这卷起的风啊，把地面搞出问题来。然后再仔细一看吧，再仔细一看。仔细一看，原来啊，仔细一看，原来它挂在柱子上，那个柱子是可以动的啊，移动的啊，可以移动的，可以移远点啊，可以移远点啊，这样就不起飞的时候就远离城市了，不影响了，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